悲催了，没找到停车位，刚才之前停车的地方全占满了，这下完蛋了。今天是洛杉矶整个地区啊，连续第四天出现宵禁这个活动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美国历史上，什么时候会出现连续四天宵禁呢？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非常少见。今天的宵禁时间在洛杉矶地区呢，依旧是下午的六点到明天的早晨六点，第四天。刚才在网上看新闻直播嘛，这边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在那个市政府。原本六月份呢是美国重启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月，很多店铺呢原本就要打算开门了，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呢，很多店铺啊被迫不得不暂时关门停业。我身后这条路啊，连那个人行道都关了，只能从前面绕了。那边可以看到警察呢，在那边已经部署好了，全都是警车这边。洛杉矶市中心呢，最近这几天在游行的时候，很多店铺呢已经被砸了，然后被抢了很多店铺，是最近美国历史上最多一次店铺被砸抢的一个社会事件。在宵禁期间，如果你没有来得及脱身的话，你会被逮捕。逮捕之后呢，一般都关在我身后这个楼里边。这个是警察局的一个拘留中心，可以这么说，你不仅被拘留，而且要被罚款。最重要的是，违反宵禁这是违法的，这是有犯罪记录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违法。在前面我已经看到大批的游行队伍了，今天游行队伍是当趟聚集来人数最多的一次。警察方面，大家看到很多，你看我旁边这边都停了警车，因为这是警察部门。在我身后，大家看得到，这是基本上属于军队级别的了。他们已经这几天一直在洛杉矶当趟这边进行治安的维护。因为晚上确实发生了太多的这个游行以外的这种，哇，这个军队呢把这个市政府先围起来，我们先不要去人群了，人群太多太危险。我们看看这个市政府周围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军队啊，每人配的都是重型武器啊，感觉就是一个 M16 背在身上。他们是跟这边的警方呢是联合维护治安的。说句心里话，你看我穿的这个都是短袖啊背心啊，他们军队现在穿这个样子一定特别特别热，不停地喝着水，太热了穿着。其实以前我也有一个当兵的梦想，可是现在几乎无法实现了，现在只能在这边看看别人的雄姿了，只能。然后旁边呢，这是 CD 号，然后他们警察呢把 CD 号完全给围住了，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这个，有些比较愤慨的人对 CD 号发动了一些攻击，其实挺不好的。市政府呢，你说在一个地方权威性很大呀，
如果连市政府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那国民的那个安全感就降低了。所以你看现在把这边都维护起来了。现在这个政府最高政府里边估计已经住进了很多警察了，警察和军队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个抗议游行可以持续这么久，这也是几乎是历史上持续最久的一次。以前洛城大暴动都没那么长时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前几个小时他们人群都聚集在这里，还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冲突。那现在呢，人群已经往那边走了，可能是发现这边警力太多了。太棒了太棒了，游行队伍呢已经撤出了市政府，在前面。 Oh my god， 前面是发生过这个烧砸抢最多的地方。刚才看到后面有几个好像是 YouTuber 吧，然后他们在城市当中飞无人机啊。我怎么记忆当中城市里面是不可以飞无人机的，而且天空还有直升机，所以他们好厉害啊，胆子好大哦。这条街悲催了点，我看了一下这条街大部分商铺已经被砸过了，大部分都被砸过了，对面都给砸了，真的连卖狗粮的也被砸了。我听当地的新闻媒体报道，洛杉矶这几天嘛，已经超过100多家店被砸了，被盗取了，这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。连那个韩国城楼上都蹲了民兵了，韩国人在他那个店铺上面拿着枪等着他们呢。不是我吹牛啊，我感觉这洛杉矶怎么给人感觉就是被洗劫一空了，超多店铺，这边很多店铺除了那种进去之后没东西的，里边稍微有点东西的全给砸了。警察已经把这边搞定了，路障已经设立起来了。这边貌似发生什么事儿了，那边吵起来了。街道旁边已经站满了军队人员了。哎，有一些激进比较激进的人啊，这边跟警察跟军队给吵起来了，这都是真枪实弹呀。今天呢，我就不往那边走了，那游行队伍呢，应该是走到另外一个区去集合了。因为现在市中心呢被保护的这个力度比较大，所以他们觉得在这边可能晚上闹事比较困难。现在反正是只要过了这个宵禁时间，一旦进入宵禁时间就要开始拘捕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呢已经开始撤出这个城市了。
然后刚才在手机上又收到另外一个消息，就说有另外一个城市啊，它从下午4:30呢就开始宵禁了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再留下去一会儿就危险了。我现在还有一点点安全时间，所以我再往那边走走看看。今天呢，我是距上一次来洛杉矶已经过去几天了，今天看到的场面啊，真的是大部分店铺已经被砸了，大部分。我可以在这城市当中听到好多警笛声，哇，这个洛杉矶现在这整个城市乱得不像样啊，乱得不像样。OK， 现在是5:00，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我这样跑回车上去起码40分钟啊。那是真的追不上游行队伍了，太远了，直接先给弄起来。这是我们中餐厅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希望没有被砸吧。反正我所过之处啊，看到的都是这种搭的木板的，那没搭木板的，估计就不需要搭了。现在美国的经济本来就在疫情的冲击下变得非常危急了，原本就打算开业了，我刚刚看到很多那个店铺都写的是 We are open， 我们已经开了几点到几点，但是我逛了一圈，到现在为止我只见到一家店铺在营业，很多超市都不开门，现在就怕发生这种事情。洛杉矶这城市很大，铺得很广，这个示威人群走哪儿，那军队不可能一直跟着，所以现在这两天看感觉是这个洛杉矶市中心呢已经被保护起来，但是现在其他城市遭殃了。昨天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Riverside 那边，那昨天还是前天是 Long Beach 那边被全烧了抢了，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家店 Best Buy 也被给抢了，里边电视机都被拿了，55寸都给拎着出去跑了，你说这个挺恐怖的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些烧砸抢跟游行它是有关联，但游行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只是和平的游行，但是里边总是掺杂了一些少数的罪犯，这个就是游行很难控制的一个事情。这个城区啊，有一些街道它属于就是可能穷人比较多这个地方，然后那个街道那个垃圾啊，这成堆啊，很多大便什么的，我天哪，真的是有人在大街上直接大便呢。他不是那个狗狗的粪便，是人的粪便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这个政府能不能管了这些哈，就感觉把这个城市风貌弄得很差劲。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穷人区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穷一点的地方，没有人砸东西。他们游行示威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侠客啊，就那种侠客。然后他们掠夺的地方都是有钱的地方，当然肯定了，这根据我们犯罪心理，怎么也是要抢有钱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对这个穷人区这边很多店铺，我这看了一下，这条街几乎没什么店铺上面上了一个板子。有些人说，那可能这不是卷闸门吗？卷闸门砸两下还是能撬开的。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刚说完穷人区这边没什么事儿，警察就过去执法了。我现在走过去看一眼，看看什么情况啊。但这边是穷人区啊，这我有点怕啊，这因为我带个相机。
应该就是这个被装修的店铺有人报警，然后说可能被抢了，然后这警察就过来执法来了。所以现在在游行过程中，什么地方出现情况，打报警电话还是会有警察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警察是维护了我们社会安定的，我们应该更多的是支持警察。哎，这不好说，毕竟站的立场不一样。这个区域我之后再也不来了，有点恐怖啊，太恐怖了。在街道对面呢坐了很多警察，我绕着走了一圈，我怕走警察那边没人走嘛，就我一个，怪怪的，我就绕开了。千万不要在洛杉矶迷路啊，迷路的话就走到这种挺吓人的地方了。大家看出来吗？我在这边走啊，紧张的满头都是汗了。这边确实太多仇人聚集在街道了，真的是这边所有街道没有任何地方被抢过，游行队伍不来这边。就这一点上我得给他们点个赞了，我得不欺负穷人，哎，挺好。各位，这边呢，富人区，这边呢，穷人区。刚才其实在经过穷人区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些人给我打招呼，问我要不要水，买不买东西。我没买，最后主要是没带钱，带了卡，但那也不能刷卡，没办法。就看到这一家店铺开门，但是我就没时间买东西了，还有几分钟了。哎，我还有十分钟时间开出城，十分钟之后城市关闭。OK。